没想到那么多年的婚姻。一只。阿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一步呢？他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去哪里了？手续办完，他就去广州了。你们都已经办好了吗？嗯。昨天晚上有点发烧，吃了感冒药，就睡到了现在。你感冒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就是还有点咳嗽。那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你现在打算去哪里啊？我准备回家了吧，回家拿点东西。那走吧，那我送你。走吧。阿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好，你拿什么？我去拿我的东西。好，那你慢点哦。这是什么？一株。一株的东西忘拿了，送过去。你赶快帮忙穿着。装的衣服，我的衣服，让这么多衣服出差，我终于不离了婚了，我来走了。离了婚了，那彩礼钱呢？彩礼退给做衣服了。他人呢？他拿着钱办了手续就走过了。那你一走了，那以后那个庄稼哪个住，那个娃哪个住，娃娃哪个管？我把娃娃带去走嘛。我不准走。我们离都离的了，离都离的。要走，要走，你们都快走，把我个老头子给我说算去了，饭也不煮，庄稼也不煮。阿呆啊，一只。你怎么上来了？刚才你走的太匆忙了，然后我在车上看到了这个应该是你的。没想到那么多年的婚姻还是走到了这一天，都让你见笑了。没有，一只，别难过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也相信都会好起来的。对，阿呆，我来听你的咳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找的川贝母。不用不用，你留着吧，这个都是你辛辛苦苦找的。你也帮我这么多，这个也找这些也不容易，留着你卖钱吧。就是只有一点点，我都不好意思。这个是什么？太少了，这是羊肚筋。这些我不能要，你说这些拿着嘛，阿呆，我也没有其他什么的。你留着卖钱嘛，这些都是你辛辛苦苦找的。你帮我也很多了，就给你的。这么多？你拿着炖汤喝嘛，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叔叔阿姨的话，你也可以给他们炖点汤喝。那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阿呆。那走吧，那我帮你。阿呆，进来坐吧。一叔，这个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房子是我租的。租的？这个房子这么简陋，能住吗？主要是它便宜，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的。小孩子在这边读书，我也没有说马上能走，就先住着吧。阿呆，你坐一下吧。玉珠，我就不坐了，你已经到家了，我有事，我又先下去了。你吃了晚饭再走吧。不吃了不吃了，改天我过来看你。那好吧。那我就走了，主要是房子也还没来得及收拾。那你先忙吧。谢谢你，阿呆。不用谢。